大学观察，观察女生的那个肤况跟法令纹。脸，我很会看女生的三八纹，就是三八纹。女生要年轻是鱼尾，那个鱼尾啊，鱼尾纹，还有木偶纹、法令纹这三个。我觉得你的木偶纹还有一点点明显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假的你？因为我也是这个很明显，所以我看女，因为男生法令纹，法令纹，但我看女生会比较看这里。你会不会是大学就常常笑，是不是？大学就有，大学就有法令纹了。对，哦。